牛骨髓来了。哎呦我去。啊，这一坨。哎呀，这新切回来的骨髓是香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没咋热透，里边是凉的。咋了？不能生，吃吧，熟的。来一盆原有的牛骨髓，这是纯原切的骨髓啊、哦，看到吗？哎呦，上次我拿骨髓没等抠，自己就掉出来。老铁说：“哎呀，你全是鸡蛋糕灌的，这种就是糊大劲儿了，掉下来了啊、哦。”你可以问问他们懂的。自己看，鸡蛋糕它不可能会拉丝儿。你看那家伙。就这点孙子辈儿的，这不是最过瘾的了，一口上头系列。今天你好香，给我吃口，给我留一点呗。给我留一点呗。哟，哟，哟。你要不煮点豆奶，你都难受。我就吃，不是上号嘞。就吃，就吃。过来吧，我就给你吃一小口，看啥，看啥来。来来来，吃这个。来，吃这个。
咱那个。大青和兔子。你过来上这儿来。来来来，站了，来。过来过 来，别跑别跑，过来。咋的了？不好吃吗？不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嗯。还要不了？要。再给你一口来呀。不行。再给我金兔。多香啊！哎呀，真香！香，老香的。双击啊！牛骨髓，太烫了。蒜泥白肉来了啊！老规矩，吃完要双击，吃不完不要双击。冒油啊。
挺香啊。